为了预防地震，前两个月我做了两代地震床，很多博主朋友来体验了都夸好，全网也获得了超过3亿的播放，真的感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。建站以后呢，会做更多有趣的创意发明。一直以来，地震床根据大家的建议做了很多次完善。最早网友说床不结实，于是我买了三吨钢制作第二代。网友说在床里太无聊怎么办，于是装了投影仪、电脑、电池、发电机。又有网友说在床里怎么求生呢，一代我装了个喇叭。好朋友王狒狒觉得太低端了，给我做了一个骨传导音响，它的原理就是将所发出的音乐信号转变为机械震动，让所接触到的物体呢都能变成发声体。再把它放在地震床的床壁上，我们的床体呢就成了一个大音响，你可以录音呢。救命啊，我在这个铁盒子里面啊，你们看着铁盒子里面有个人呐、实在没人救你，你自己蹦个迪啊。结果又有幽闭恐惧症的患者说待在里面还不如死了算了、于是我制作了心理建设功能，很压抑的时候看看他，心情瞬间就平静了。Nice。因为看不到外面的世界，就用 LED 灯做了一个仿日落灯光，它可以根据日出日落调整明暗，是不是很人性化？餐饮也升级了，原来都吃的是很日常那些东西，现在呢换成了保质期25年的末日救济粮。下期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。